我之前给过你两只血骨，你现在有内家高手20年的修为，气沉、流转、蓄力，起。拿到玄气盒了。
我想救他。那是他的宿命。没有人愿意半死不活的活着。如果不救他，我良心难安。所以你自作聪明的想置他于死地。你不会以为把他救下来，他还能活吧？对不起。他身上的骨叫天咒，寄生于人，朝生暮死。刺骨会凝结成蓝色的骨，依附在人的脊椎上，毁了他，才有希望。每天都去往生池边弹琴，你一定有听到。你看看他，像不像你的蓝河？你啊，听到你弹琴了，每一天。包括刚才那一声，娘都能听见。娘不愿意这样不生不死，受尽折磨。但是，娘。要是娘死了，我的蓝河就没有娘了。你的蓝河不希望你这么痛苦，哪怕你不能陪着他。我的蓝河。